请他进来。是。牡丹姑娘。大哥，怎么好些日子都不见金少过来？他好凄惨的，被我家老爷送到法王寺去砍化了。那咱们美好计划岂不是要给毁了？不过我倒有条妙计，可以把少爷从法王寺里去吧。啊，阿弥陀佛，两位施主是上香还是还愿？哎，都不是都不是，我们是来访友的。那施主的朋友是？金少爷、金公子，带他出来。金施主的确在此，两位施主请稍后，小僧立即去通报。好好好，有劳有劳。妈咪妈咪哄啊，妈咪妈咪哄啊，这都是什么东西？哎呀，哎呀，妈咪妈咪哄啊，什么东西啊？一句也看不懂啊！这，施主，你不能这样。我又不是和尚，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啊？施主，有人来看你。谁？是牡丹姑娘吗？我就知道她会来看我的。牡丹，金少爷，别来无恙啊！是你们两个，哎，还不高兴啊？怎么不欢迎啊？哎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两个没有欺负牡丹吗？啊？怎么可能啊？我们替你呀、啊，把牡丹姑娘照顾得好好的，你就放心吧。对了，我们今天就是代表牡丹姑娘来看望你的。牡丹姑娘还送你好多东西。我们都带来了，是吗？快拿进来，拿进来。来，来给我。好好看看。哎呀呀呀！都是我爱吃的，啊，真丰富啊！我看看这个，全是美味。好好好。馋死我了，这都是我一直想吃的。各位施主，庙里不能吃的东西请你们不要带进来。去，我都快馋死了，你还不让我吃啊？去，到外面，到外面去。去。哎，来来，上酒菜。哎呀，金少，这牡丹姑娘知道你在这里肯定吃不好，所以准备了一些上好的酒菜。来。牡丹姑娘对我真好，比我爹对我都好。这里是佛门禁地，不能吃荤。哎，小和尚，你是不是多管闲事啊？你再说，我把你小脑袋当木鱼敲啊！信不信我打你啊！大人喽，大人喽！小孩不禁吓。来，为我们聚首，干一杯！来，
慢，光喝酒多没意思，咱们来划两圈。来，划两圈，来，哥俩好啊，六八匹马，七匹马，五陪手啊，我陪你一个，来，举手，好，吃，阿弥陀佛。小和尚，我这酒无比的香醇，要不你也来一杯？就得放肆，谁让你在此喝酒吃肉的？我要不是你们和尚，你凭什么限制我呀？哎，对，你根本管不了他。你现在身在佛门，就要守佛门规矩。本少爷不管是在哪儿，我都是金大少爷，谁都限制不了我。怎么了？我说的有错吗？我告诉你啊，金少他还没出家呢。他现在就是个俗人，你们根本就管不着。种豆得豆，种瓜得瓜，你这个人不知悔改，会尝到恶果的。我不信佛啊，而且呢，我是什么都不信，我是不烧香，我不磕头，我连我爹娘我都不拜，我只信一点，我爹的钱能通神。不要把话说得太死，你总会有信仰的。只要你能让我去拜佛，我就听你的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话。你要是能让我在佛前磕头，我保证我听你的。好，我会。走，走。小和尚，你做不到。慢走啊！来，空空，他严重触犯四规，为什么不处置他呢？他们说的没错，金公子他并不是本寺的弟子，我们没权处置他。那就给他一顿，那更不行。打架是粗暴的行为，我们不能这样做。既然他不守四规，何必容忍他呢？直接赶他出去不得了？那更不行。为什么？他父亲把金公子交给我们，如果我们把他赶出寺外，那岂不是说我们教导失败？那也不能让他继续猖狂下去啊。我们不能坐视不管，不能让他再嚣张下去。我们要想办法让他在佛前跪下，如果跪下了，事情就好办了。我的牡丹，我的牡丹，我的牡。施主，哎，呦，这怎么回事？施主，来了几位外地香客，只能让他们跟你一起住了。你不知道本公子已经住在这儿了吗？可是庙里只有这一间客房，平时大家都是一起住的。哎，你们别在这儿住了，这儿已经被我们家包了。哎，走吧。施主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庙里的客房都是不收钱的，香客们都是免费可以住宿的。我说包了，那就是包了，多少钱？你说个数吧。施主，这恐怕不行，庙里的香客房是绝对不能租出去的。再说今天这么多香客，也没地方住啊。那不行，我已经住在这儿。施主，我们都是为了行善而来的，请多多包涵。我包涵你？那谁包涵我呀？施主，这里是庙里的善行之地，你不能一个人独自霸占。我就霸占了，怎么了？我就不让别人跟我住一个屋子？告诉你了，这里是佛的圣地，是佛说了算，你再有钱在这里没有用。你说我上哪儿去啊？你让我上哪儿去？你们这没道理呀、啊！你们，施主，你今天就让大家住下吧，我给你找个地方，让你有其他地方住，好吗？这也是你的善行啊。阿弥陀佛，还阿弥陀佛。金施主，感谢你将客房让给大家，今天你就和我们一起睡吧。我从小一个人睡惯了，我跟这帮人在一起睡不着。怎么了？我们又不是狮子老虎，怕我们吃了你不成啊？这儿有个空铺位，你就睡我旁边吧。你施主，除了那里的话，你只能打地铺了。好吧，祝你做个好梦。听高公子和洪公子说，牡丹姑娘很惦记我，我得设法早点回去。想起那牡丹姑娘，就让本少爷心跳难眠。
这么点的小崽儿，怎么能发出这么大的事儿呢？南无阿弥陀佛。大半夜的念什么经啊？南无阿弥陀佛。这是什么味儿啊？施主，施主，起床了，起床了，起床！施主，你别装死了，快起床了，施主！啊啊啊啊、你昨天晚上打了一夜的呼噜，你不让我睡，你害得我一夜没睡，你现在还想让我起床？你让我离开这儿，我保证我信你，我五体投地的我信你，佛祖哎！金公子，你罪大恶极，欺压别人，有没有？谁呀、啊？谁说话？你不做善事，吃喝嫖赌，是不是啊？佛祖，你说话了？请回话。哦，佛祖，佛祖，佛祖，我一定改，我肯定改。我不相信你。真的。我真敢啊！那你先要表现给我看看。那怎么表现啊？第一，早上不许睡懒觉，听到鼓声就得起床，开始念经。哎呦，佛祖啊！你做不到吗？做到，我保证做到。第二，每天给寺里挑四担水。佛祖，四担水呀、啊！我在我家里头，我从来是什么活都没干过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佛祖。咱俩商量商量，是吧？你看我有个管家，那家伙叫贾狗，他能替我干，我让他来干行不行？不许任何人代替，这是你自己的功德。我干。哎，佛祖啊，你什么时候能放我出去啊？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。你要是不放我出去，遥遥无期的话，
我可不信你了。不相信我，你就无法出去了，自己看着办吧。佛祖，佛祖，我错了，我改了，你别吓我，我胆小，我听你的，我肯定听你的，我一定听你的，佛祖，我一定听你的，我一定听你的。施主，佛祖，你在佛前跪下了，你说的话算数吗？哎，我们说的一切，你都得听我们的。师兄们，该起床了。可怜的，哎，好了好了，你太不像话了，你不早点来救我，我在这干活我还没肉吃啊。公子，好了好了好了啊。丫头，你看到公子没有？他人怎么样？我伤心呢。你哭什么呀？少爷好可怜呢。发生什么事？你说呀，你说呀。老爷，你不知道啊，少爷过的不是人过的生活呀，那是猪狗不如，受苦受难呢。怎么了？快说。天不亮，少爷就被人赶起来干活，半夜了还不让睡觉，扫地劈柴不说，还要每天跑到河边挑水，一天来回要跑十几里路啊。我想这些东西嘛，可能是方丈在锻炼他的方法之一吧。老爷，这不是锻炼，他们和尚都不起床，原来他们该干的他们都给公子干了，这不是欺负公子吗？公子挑水上山，别人拿的都是小桶，偏偏公子拿的是大桶，好惨呢。公子挑不动，摔在路上把胳膊腿都摔肿了，可就是没人管呢，还逼着公子再回去挑第二担水。我看见公子的时候，公子满脸都是血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哎，我可怜的儿子啊，快把公子接回来，那可是你的亲生骨肉啊。我苦命的儿子，你别怕，爹爹马上来了。谢谢师兄。空空师父，前天那两个恶少又来找金少爷了。
金公子刚刚走上正路，他们来会影响他。不行就去禀报师父。不行，师父太仁慈，这帮家伙会蹬鼻子上脸，还是我来处理这事吧。对，得想个法子治治他们，否则以为咱们法王寺没人了呢。康康师傅，金少呢？阿弥陀佛，两位施主，金施主已发愿向善，在殿里听方丈讲经，不愿意见你们两人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啊，他是什么人，我还不知道吗？对呀，这狼走遍天下吃肉，狗走遍天下吃屎。就是啊，除非太阳打从西边出来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施主，随信随缘。对对对，随信随缘，只要让我们见他一面，啊，我们立马就走。不行，听师父讲经，岂能随便打断？这怎么不行？你想想，在你吃饭的时候，希望被别人打断吗？这如果两位也有兴趣听经，小僧倒可以领你们进去看看。好啊，走走走走。哎哎，走走走，好，走吧，算了，走走走走走。哎哎，你走那么快干嘛？等等我。我们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，这些人他们还会回来的。来来来，走着。金少，我们来看你了，都是老朋友，出来见见吧。酒菜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你出来开眼了。二位施主，你们干什么？我们是来会朋友的，有身份的人都是这样的。金少，出来见见吧，你再怎么努力，也成不了高僧大德的。是啊，金少，你又不是大姑娘，哎，出来说句话。能死啊你！哎，高公子、王二少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小光头说你不见我们，所以就来这儿了。胡说八道！啊，那些小人精总跟我作对，我就知道肯定是他们在搞鬼。你还傻愣着干什么呢？还不上来呀？快上来！来来了，陪我来了，等着我啊！啊，哎，好好，来来来，怎么样，小和尚，没辙了吧？啊，来来来，咱们喝着。光喝没意思，咱们呢？哎，赌两把，赌两把，好啊！啊，我好久没玩了，我手都痒痒了。没问题呀，骰子，我都准备好了。这里是佛门境地，你们不要太过分了。一二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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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是人叫不走，狗叫飞跑。金公子，到头来害你的都是这些人。小光头，你别挑拨离间，啊，这是我两个拜把子的兄弟。他们对我比我爹对我还好呢。现在怎么办？禀报师傅去。我们用不着禀报师傅，我们不搭理他，他自然会回来。你怎么那么肯定？不是肯定，是一定。果然他老老实实回来了。他是不是喝醉了？我知道金公子心里是善良的，他刚到庙里来，也不是出家人，我们不能要求他和我们一样。是啊是啊，就是有点贪吃。金公子一定会悟到这个道理。金公子也是一个好人。嗯，好了，我们睡觉吧。
起得这么早？不会吧？肯定是怕我们惩罚他呗。搞不好跑了。如果他想跑，晚上就不会回来了。走，我们去找找。金公子，金公子，金公子，金公子。办呢？不找到他，怎么跟他爹交代呀？不好了，大雄宝殿的入金镯与香炉都不见了！不见了，不见了，不见了！这个可恨的家伙，我们就不该收留他。师父，是我错了，我不应该没看住公子。你看。你怎么判断？师父，这是他故意留下脚印向我们挑战。师父，金如山施主来求见你。他是来找我们要儿子来了。哦，阿弥陀佛，我带来了一些小礼物，不成敬意。来来，放这里。来来，施主请坐。啊，方丈，我把儿子放在你这里让你操心了啊。最近怎么样？施主，非常对不起，因为本寺庙的一个失误，令公子昨天晚上离开了庙里。什么？他昨天晚上走了？三更半夜的，他会到哪里去？我也是很担忧啊。哎呀，他半夜下山，会不会遇到什么飞禽野兽之类的呀？宝娜担心的不是野兽，而是人。那他在这里好好的，怎么会逃走呢？因为有人引诱他。方丈，我说实话，我听说你们很不会照顾小孩子，总是让他一个人干活，他受不了了才走的。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，庙里都是修行之人。我说的是那些小孩，他们不像你老师傅修行那么深，他们要背着你欺负外人呢。如果说这些孩子们采用一些办法让他积极从善，那是可能的，但是不可能欺负他。那如果他在这里过得舒舒服服的，他怎么会逃走呢？庙里不可能舒舒坦坦，所谓苦修苦修，何来舒坦呢？如果说有一种舒坦的感觉，那就是说他已经悟到了佛的本意，顿觉天高地阔，心胸舒展，那样可以说是一种舒坦吧。方丈，万一孩子有个三长两短。放心，他会很快的回去找你的。你怎么这么有自信呢？因为他需要你手里的钱呢。令公子最近刚刚有所开悟，我想如果他回到家里，希望你还是劝他回到庙里来，我们还会继续疏导他。那谢方丈，我要是找不到他，我还会回来找你的。嗯。婆婆，那些全都不见了，怎么办呢？这还不好办，去找金如山，让他赔呗，他拿多少就赔多少，反正他有的是钱。那是法器，是几千年留下来的，是开过光的，用钱买不来。那也不能让他白偷了。他们偷这些东西有两个原因，一，为了报复我们，二，把这些宝物变卖成钱。这些都是流金，不值什么钱。哎，吴月，你说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？肯定去找买家了。无悔，你说他们准备去卖给谁？商人，商人再拿到外地去卖。那我们就到最大的客栈去，肯定能够找到。哎，您来了。东西在什么地方？里边请，就在屋里。我被你们骗了好多次，我都已经不相信你们了。啊，这次绝对是真的，保证货真价实。来，请请请。哎，请请请请。里面请。啊，来。我知道您不相信，看看这是什么。你们真不懂还是假不懂？怎么了？就拿这些破木头来糊弄我？破。这是顺手拿来的，往下看。这个是什么？金子。纯金的。是啊。你们准备
买多少钱？二百两，至少五百两啊！对，五百两。什么就五百两？什么就五百两啊？啊？那我爹那个才那么大，还得五千两呢。这，至少也得五千，五百两。对，五千五百两啊！没错。你爹有小金人？你有所不知了吧？他爹可是当地的首富啊！哎，我还听说他爹有好几个小金人啊！哎，我告诉你们吧，哼，你们拿来这些东西，根本就不值钱，不值钱？嗯，纯金的。这个磬，看上去金光闪闪，其实是通的，最多一两银子。一两啊？一两？在哪儿？这么多间房，我们要从哪里找？我们一个一个推开看看。那人家不骂死我们？我们不能聪明点吗？怎么聪明点？你看我。阿弥陀佛，施主打扰了。要化缘到有钱人那儿去吧，我只是个穷书生。看见没？这间屋子不是。那下一间我来。好。看什么看？滚！我运气不好，遇见了恶人。好了，我们不要乱转了。我觉得他们在这里交易的话，一定会很小心。你们看，那间屋子就和别的不一样，有可能就是那间屋子。拿着看啊，纯金的。这是鎏金的，这个绝对是金的。你看，这也是鎏金的。嗯，金子全挂下来，不到一两，这能值多少钱？一两？那你说多少钱？嗯，一千？一百两？什么？这一百两？这也太少了吧？那你说，它能值多少？就这个房间吧。嘘，小点声，我们爬上去看看。还有好东西吗？有。哎，快。还好我还有这尊玉佛。哎，对了，还有那个玉香炉。这确实是一间玉。来看看吧。还有这玉香炉，确实值点钱。那值多少钱？实话，一千，一百两。你臭老外，你成心的是不是？你看我这玉器，你就一百两啊！老实说，你们这些东西都从哪里弄来的？你问这么多干什么？来路不正，恐怕你们也不敢在当地销售。如果我买，还要打五折。你还打五折？就是不卖你了。老子我不卖了。对，就是不卖你了。你骗我，你想得美。你价格已经这么低了，你还要打折？果然在这里，赶快报官吧，已经来不及了。看来我们只能这样做了。小和尚，前面不能走了。我来这里找人，你们拦我干什么？找什么人？金如山老爷的公子，他拿了我们法王寺的东西，听说他在这里，我来讨回东西。不让我进去，我要拿回法王寺的东西，要不我回去没法交代。快！你们这样的来路，我怎么敢接受？金公子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把东西还给我。你们好好处理这件事吧，处理好了再来找我。我走了。金公子在里面吗？我不知道。可是我听说他在里面。这，
给我盯住这个，金公子。是。吴越，你在这里当什么？你不知道那是我朋友吗？你怎么拦着他呀？快把庙里的东西还给我。庙里的东西？庙里的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你们拿走的那些。我拿什么了？我拿你庙里的东西干什么？对呀，那庙里有什么好东西？就是你拿的，你走了，庙里的东西就没了。胡说！也许你们庙里都进贼了呢。对呀，你们看金公子像贼吗？你刚答应做善事，怎么又做不善之事呢？去！你要再闹，我对你不客气了啊！你再闹，我把你扔出去！你把东西还给我，我就走。回头是岸的，师兄，我们走吧。空空，我们就这样走了，回去怎么向师父交代呀？我们给金公子一个思考的时间，我们走吧。走，阿弥陀佛。这什么呀？这是，走，好。我们赶快回去。把东西交给师父。走。什么回头是岸？我只要找到我的牡丹，那就是我的彼岸。哎呀，那个奸商走了，怎么办？他不是说我们还可以再找他吗？哎呀，他就是个奸商，总说不值钱。没关系，啊，他要是看不上，咱可以卖给别人。啊，对，哎，快拿出来看看。好。东西不见了！别开玩笑了，快！开什么玩笑？你们看看，这没有了啊！这不可能！你告诉我在哪儿呢？你告诉我在哪儿呢？你快！哪儿去了？这窗户一直开着的吗？和尚。我们上当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爹，我天生异禀啊，加上表现优良，所以方丈让我提前回来了。你是偷偷跑出来的？我已经去过法王寺，我什么都知道。知道了你还问？你为什么半夜跑出来？那你为什么不问我为什么半夜跑出来啊？那为什么？你都不知道，他们都欺负我，不让我吃饱，还让我天天干活。他们合起伙来打我，我要是不跑出来，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有这种事情，为什么不早说呢？你让我好好改造，我想，我就忍着呗，我就没敢跟你说。好了，别哭了，哭得我心疼死了。这样吧，不去那边。就在家里。爹，我知道你是恨铁不成钢，我也想努力上进，好好修行。你这样想就对了，这样才懂事吗？儿子，老爷，少爷原本聪明过人，加上这次禅修肯定比昔日精进，依小的看不如让他去京城做点生意。
好是好，不过他从来没出过门，我哪里能放心呢？小的我可以从旁协助，一定不会让老爷失望的。你啊，老爷不放心小的。家狗啊，你在我家待了有十几年了是吧？你看你平常做事行之谨慎，从没出过什么差错，如果真的由你辅助婉儿进京，我倒是很放心的。哎爹，这么说你是答应了？Thank you.